嗨，何羽，我是林。来灵修，10月11号的灵修主题叫做“好帮手”，好施舍的，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，必得滋润。在箴言书第11章第25节，你可不可以想到一个方法，为你所爱的人做点事情呢？比方说，帮小弟弟穿衣服，或者帮妈妈洗碗筷。也可以帮忙喂喂鱼啊，倒倒垃圾，喂喂面面，或扫落叶，这些都是表达爱的一种好方法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准备好准备帮忙谁的呢？好，我们要愿意做一个好帮手，然后心情愉快，爱永久，很爱 help other and do what I should.You tell them I love them and make me feel good. 花虎，何羽宝宝，你今天有没有开心啊？有哈，那拜咯，拜拜。